上午1:00整点新闻，我是詹舒涵。新闻一开始，我们掌握到乌克兰最新的状况了。根据乌克兰军方所公布的影片，他们成功使用了土耳其制造的武装无人机攻击了入侵南部的俄罗斯军队。从武装无人机的镜头呢，你可以看到俄罗斯地面部队在遭受到攻击之后呢，从地面冒出了巨大的火光。而军方呢，甚至呢还在社群媒体上头公布的影片写下了欢迎来到地狱的英文。而袭击地点呢，就在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州。而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呢，也在记者会上表示，发动攻击的武装无人机是土耳其制造的，在这一次的战斗当中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而这也是土耳其制造的武装无人机攻击俄国军队画面的首次曝光。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